一首簡單的樂曲帶出我們今天我有我天空的主題，歡迎大家來到我們今集的環節裡面，我是 William。 剛才那首歌是最近 William 很欣賞的一首歌，簡單的歌名叫做《請相信我》。究竟這首歌為什麼會有呢？內容又說什麼呢？我今天就請了唱的朋友光仔，同埋咧，有份作曲填詞嘅兩位女同學，同埋咧為咗呢件事勞心勞力喺個計劃裏面咧做咗好多嘢嘅一位嘅工作人員上嚟同大家見面。哇！總共咧喺我哋錄音室裏面咧有四位朋友啊，咁啊，首先咧請阿光仔出嚟先。光仔你好 ，Hello 你好 ，William 你好。你個全名是潘志光喎。啊，冇錯，係。係啊，喂！我最初咧啱啱聽你個名嗰陣時咧，我就以為你姓鐘嘅添。钟志光，你知唔知系好有名噶？哦，通常啲人听我名字第一个谂系谂任志光先。系啊，咁可能我中意运动啊吓。阿光仔咧，同可能身边听众有啲唔同噶。光仔，你系一个失明人士啊？嗬。系，冇错。系。我系先天性全失明嘅。哦，咩事导致到你全失明咧？其实都系一个谜团嚟嘅。咁啊，试完啫，我爸阿妈就话可能我喺。在媽媽肚子的時候照即我哥發燒時照 X 光的時候就一個 X 光就令到我的眼球就開不到，就是沒有，就很神奇地一個 X 光可以令到我失明樣，但究竟是不是那麼神奇呢，都是一個謎團來的。明白，沒得解釋啦。總之就現在你就一個失明人士啦，咁就喺佢身邊咧，有一個機構叫做達文西機構嘅同事 Unis 喺度喎。Unis 你好，係大家好。咁你哋機構係負責做啲咩㗎？其實我哋機構咧都主要係籌備一啲青少年嘅計劃啦。咁希望咧即係藉呢啲計劃咧，可以令到青少年去關注社會啦，關注身邊唔同嘅事咁樣。好啊，一陣間咧可以再講多啲啊。在我另一邊呢有位青春少艾在這裡，他們呢就是剛才 Unis 所說的一些計劃，一會兒 Unis 會跟大家說那是什麼計劃，裡面的兩位青少年大使，你們好啊。是 Hello 大家好。一位是 Shelly 是不是？是 Hello 大家好。 Shelly 你是現在讀什麼課程的呢？我讀中四。哦，中四即是都是十未夠十八歲喎，未啊，哇，好後生嘅啫喎。咁啊，另外咧係二零係咪？係。二零咁你啊讀緊書？係，我都係中四嘅。哇，好後生喎。咁啊，一陣間咧可以咧再請佢哋咧講多啲，佢哋今次咧點解要幫下手創作嗰首《請相信我》呢首歌啊嚇？咁啊，當然啦，要揾啊負責呢個計劃嘅朋友 Unis 同我哋講一講啦 ，Unis。咁其實我哋香港咧，成日都會見到好多啲關於青少年啊，或者殘疾人士一啲嘅活動噶。咁你哋今次呢個活動係搞啲咩嘅咧？其
實咧誒，依個活動咧就係勞工福利局主辦啦，而黑暗中對話咧就係負責籌劃嘅。咁我哋都係協助佢哋籌劃啦。咁主要咧就希望青少年啦可以喺社會裏邊認識唔同類別嘅殘疾人士，藉此咧去推廣依個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嘅。咁我哋嘅活動個特點啦，其實都希望佢哋青少年咧可以深入咁樣同每一個類別嘅人士都有唔同嘅認識啦。咁唔單止係表面上淨係傾偈嘅，正我哋都希望透過活動咧，令到佢哋都可以明白到其實究竟殘疾類別人士其實佢哋心態係點樣咧？究竟佢哋嘅生活係點樣咧？同埋都可以理解一下，譬如社會上面究竟。譬如無障礙設施究竟足唔足夠呢？咁呢方面我哋都希望透過活動去俾佢哋有更加深化嘅認識。你所講嘅殘疾人士就即係失明啊、聾人啊、肢體傷殘都有噶咯喎。係啊係啊，唔同類別都會包括到嘅。哇，咁啊實在好全面啊嚇！咁但係個計劃咁同青少年就有聯繫啊。咁佢哋個計劃係咪喺暑假嗰度搞嘅咧？其實咧，我哋個計劃咧，而家暫時第二年啦，嚟緊會係咁。上一年主要咧就係喺暑假之後嘅活動嚟嘅，主要係由十月啦去到三月，大概五個月嘅時間。但係嚟緊呢年咧，咁我哋就將個計劃咧，因為實在反應良好啦，咁我哋都希望都能夠延長嘅，咁就會由暑假開始去到出年嘅三月。咁當中咧，其實都有唔同嘅生活當中嘅接觸啦，希望佢哋咧都能夠成為朋友，真正咁認識到唔同類別嘅殘疾人士。我點解要咁樣問呢？因為我好想問嗰兩位女同學嘅。平時日常咧，你可以有好多嘢玩噶嘛，娛樂噶嘛，咁啊 Facebook 啊，咁啊唱下卡拉 OK 啊，扮下靚啊女仔，甚至乎 shopping 行街乜都得啦。喂，仲要唔係暑假嘅活動喎？點解你哋兩個有興趣參與呢啲咁嘅活動呢？怡玲先啦。其實一直身邊都唔會有很多機會去接觸殘疾人士嘅，或者喺街上會見到很多啦，失明人士尤其多啦。咁但係當有一個咁樣嘅 program 嘅時候，就好想去真係去親身去參與，然之後再體驗啊，究竟殘疾人士佢哋係點樣去克服佢哋嘅困難，點樣好似普通人咁樣去生活咧？都想透過呢一個計劃去知道我知道咧，怡玲你好似住嘅地區喺石硖尾喎，係嘛？係。咁石硖尾咧就出名失明人多嘅喎。咁你平時都見好多失明人㗎？係，因為附近有埋中心。咁你最初未認識參與呢個計劃嗰陣時咧，你有冇同嗰啲人相處過嘅咧？其實都冇嘅。同我住同一棟大廈咧就。有一個婆婆，她都是失明人士嚟嘅，她出入咧都會見到她，但係就會比較少，即係喺個 lift 嗰度撞到就唔會同佢溝通一下，又或者問一下佢究竟生活上面有啲咩經歷啊，咁樣就比較少。咁嗰陣時嗱，你係完全唔認識啊？你覺得失明人會點樣咧個世界？我開頭就覺得失明人士當然會比普通人係會多很多生活上一啲細節嘅困難嘅。但係咧就唔清楚佢哋點樣去克服，究竟係要人哋去幫助啊，抑或係佢哋自己有一門方法去解決咧？啊好喎、啊，你有呢個心唔錯喎、啊。好，咁啊問下你個朋友啦 ，Shelly。點先？你好活躍嘅喎、哦，頭先咧喺麥前咧，我覺得你咧即係好活潑啊，即係應該啲好動型嘅女仔。喂，其實對住啲殘疾人士好悶下嘅喎、哦。咁其實我除咗好動嘅，我都有好靜嘅。咁我當初想參加呢個活動係都係因為我想接觸或者了解多啲關於殘疾人士方面，究竟佢哋點生活啊？同埋我仲好想知嘅會係例如。在這個社會裏面，他們會不會遇到一些困難，或者一些社會的設施或者措施幫不到他們，或者他們有一些需要？哇，你都很有愛心喎。咁兩位朋友就交代了他點解有這個動機參與啊。咁我問下光仔啦。光仔，你在這個計劃咧，導師嚟嘅喎。咁你本身的背景你是做緊咩嘅先？而家？而家上年就啱啱中學畢業啦，而家就讀緊一個一年制嘅全日制嘅按摩課程啦。咁可能將會咧有機會成為一個
出唔出色就唔再講啦。咁一個按摩師咁樣。哦 ，OK。咁但係點解會無緣無故又會認識呢個計劃，同埋又會幫手做導師咁咧？我冇嗰時咁啱啊，收到啊協進會啊 Alex 電話就話：咦，有個類似東華三院搞嘅活動去喎。咁咁我嗰陣時又即係又中意，又比較好外向。又喜歡接觸一些不同的人，難得有 有個外面的活動可以參與，當然參與啦，樣之後就知道是一個這樣一個這麼有意義的活動，又令我有個途徑可以認識到新的朋友，所以我 就會選擇了參與這個活動啦。是那參與這個活動裡面有什麼玩的呢？當中因為我嗰陣時就唔係好清楚究竟個成個活動細節嘅，跟住一入到去就知道原來係有關於呢個相見共融嘅主題嘅活動啦。咁當日嘅活動就有面譜製作啦，歌曲創作啦，即係啦，陣間會講就嗰首青春所在喺呢個活動嗰度延伸出嚟一個好好嘅產物嚟嘅，即係主要係呢，我記得係呢兩類嘅。活動我是記得咁樣，印象深刻啲嘅。咁你本身想問下你啦，你識唔識音樂嘅先？我本身都有接觸過下，我本身都有中意聽下歌，都有接觸過下音樂嘅，以前都掂過下鋼琴咁樣啦。即係你都識哆唻咪發嗦拉鐵都。係啦，起碼都會識呢啲啦。咁創作顧名思義，即係由一首歌乜嘢都冇，到自己由曲啊調啊。chord 啊，各樣嘅嘢填詞砌曬出嚟嘅咯喎。咁當其時就淨係得你，有冇其他人幫手咧？當然有啦。咁嗰陣時就分開唔同嘅組，即係分開咗四組啦，就分別作咗四首唔同嘅歌咁樣啦。咁我咁呢首歌我係其中一組啦，我自己仲有其他嘅。青年大使啦，當然一個導師咁樣樣。嗰個係音樂導師。音樂導師啦，係啊。咁作咗嗰四首歌啦，咁就係咪一開始就經已作到呢個名嘅？嗱，其實咧嗰陣時有個就請咗一位嘉賓係喺作曲作詞呢一方面比較叻嘅。佢就開頭就俾我哋做嘅活動就係諗一個唔同嘅主題，係會諗起咩咧？咁嗰時一諗啊，相見共融。我成日都諗，咦？究竟我平時遇到啲咩咧？就諗緊一樣嘢，就係、是、咦，啲人對我哋嘅嗰啲視像事嗰啲，有好多唔同嘅誤會啊、唔諒解啊，好多事。咁我就即刻就同個嘉賓，個嘉賓講話，好，我諗到個主題就係、是、叫做誤解。咁點解諗誤解咧？就因為正正我就係諗構思到諗到好多呢啲咁嘅情況嘅嘢啦，所以就諗到呢個主題。咁好啦，開始分組作嘅時候咧，呢首歌咁首先都要諗個 melody 啦，跟住諗乜？咦，我就係構思到啊，我平時啲人會問我啊，究竟即係失明人士，咦點解唔揾屋企人陪啊？要自己出街好危險噶喎。係咯，咁揾人陪下會點？跟住我嗰時諗。點解我出街一定要揾人陪呢？我有自己嗰套方法啦。同時亦都會諗下，有啲人覺得，咦，失明人好慘喎！哎呀，陰公淒涼啊！呢啲即係看似好似係一個好同情語氣，但係對我嚟講，我覺得係一種傷害啦。佢哋好似好關心、好體諒、好想包容、好想覺得我哋係一個受助者，就對我哋嚟講係覺得係有生存價值，但係諗。我覺得即係呢樣嘢唔係俾我一種咁嘅生存嘅價值喺度。明白。咁我從此有呢啲咁嘅例子啦，咁當然有陸續有其他啦。咁舉啲其中呢兩個就令我構思到呢樣嘢啊，好想令到啲人明白。雖然我哋係一個即係失明嘅人士啦，即係淨係冇咗隻眼睇唔到，但係好多嘢都可以好似你哋一樣都做到喎。咁有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就諗到啊呢一個咁嘅背景。於是咧就啲歌詞就圍繞住呢種咁嘅背景呢種咁嘅意念咧，
就作咗呢首歌出嚟。哇！你啊有咁嘅諗法啫，咁我問下兩位大師先。當其時咧，你誒分咗組啊，聽阿光仔咁樣講啦，你哋就入咗嗰組裏邊。咁當其時啊，即係大家都係亂咁掉啲意見出嚟㗎啦，腦震盪下咁㗎啦。你哋嗰刻其實本身自己有冇一啲嘅概念啊？即係會話其實咧，我好想咧帶出有啲乜嘢嘅信息啊？又或者咧，我好想有呢種嘅感覺嘅嗰首歌曲，會唔會有嘅咧？其實一開頭就冇嘅，都係會諗緊殘疾人士喺社會上面嘅定位啦，即係佢哋喺社會上面啲人係點樣去睇佢哋，點樣同佢哋去相處，跟住有冇一份同理心？究竟有冇同佢哋去溝通咧？跟住就有好多好多嘅問題，就去問自己，跟住先至慢慢去諗嗰個主題出嚟。好好喎嚇，咁我問下 Sally 啦，有冇趣事先？嗱，我知道咧好多創作咧就一定有自己一啲嘅立場噶嘛。或者我明明覺得呢個音好啲喎，唔係喎，我覺得呢個歌詞麻麻地喎，又或者對住啲失明嘅朋友仔同佢哋創作，其實會唔會好難呢？我嗰次分組咧就同住一個聽障嘅朋友一組啦，咁樣其實即係當我哋創作嘅時候，咁首先係要大家哼一啲嘅melody 出嚟，咁跟住再睇下邊啲 melody 好聽啊，咁跟住就用咗嗰一句嘅 melody， 跟住再填翻啲詞落去啦。咁樣嗰陣咧，其實喺我哋創作嘅過程裏面，咁無論係聽 melody 或者我哋砌翻啲歌詞落去，咁其實佢都好似好難去參與喺其中啊，或者係自己一靜咗喺坐咗喺度咁樣，咁跟住之後啦，咁我哋創作完一首歌之後，要出去跟其他組一起去匯報或者表演翻啦。咁喺嗰陣我哋就開始諗緊，我哋一陣要點樣出去表演呢，要點樣唱啊，唱幾多次咁樣啦。咁跟住咧，我哋就突然之間有個組員就靈機一觸諗起，不如嗰個聽障嘅朋友，因為佢識手語噶嘛。咁我哋呢首歌宣傳嘅主題係相見共融，咁不如咁佢就可以教我哋啲手語，等我哋首歌可以生動啲咁樣。哇，好喎！係啊，咁結果佢就教咗我哋一啲手語，咁我哋出去表演嗰陣就冇首歌就冇咁悶啦，又有動作睇，又可以聽歌音樂。雖然我哋首歌就唔係作得特別出色啦，跟住但係就因為我哋學咗手語，跟住就係、都幾 catch 咗 attention。其實咧，你話唔係好出色，就其實我真係要同你講唔係。點解咧？嗰一次咧喺嗰個嘉年華會咧，咁啊 William 咧都係台下裏邊一份子。咁好記得咧，咁我就坐咗喺個露天嘅廣場裏邊喎。咁當其時咧，主持人就話：，咁我哋咧請啲青少年大師上台，咁啊同埋咧請阿光仔咧就為我哋高歌呢首嘅歌。咁啊兼打埋手語喎。咁雖然咧我睇唔到嘢喎，完全。咁但係咧我聽下咧，哇！聽到副歌嗰度我有啲毛管動。不知道是當日天氣可能凍啦定點樣喎？哇！連續打咗兩個陣，哇！哎呀死火啦！我好耐冇呢種感覺噶咯喎，點解會咁咧？就因為首歌個歌詞簡潔，同埋咧好重咧我哋啲殘疾人士個內心喎。咁所以咧真係喎，看似你哋冇乜嘢做到出嚟，但係咧其實個經歷咧裏邊咧真係好令到我哋啲失明嘅朋友咧好鼓舞啊！我想問 Eunice 啦 ，Eunice， 咁你當其時做工作人員啦，咁你梗係四組都去暈曬㗎啦，咁有份參與幫手，喂，有啲乜嘢趣事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咧？其實個過程都幾特別嘅，因為其實係講緊唔同類別嘅人士都一齊去參與啦。咁我其實我都去過阿光仔個組度嘅，咁當中即係除咗光仔之外，其實仲有一個聽障朋友啦，另外有幾個青少年大使咁樣啦。咁其實當中我其實個聽障朋友雖然佢好似聽唔到咁樣，但其實佢又好樂於，即係好好盡力咁樣去參與啦，亦都好嘗試去表達自己嘅想表達嘅歌詞啊咁樣。咁我覺得依個都係一個即係睇得出其實唔同人其實只係唔同嘅能力咯。其實佢哋都可以參與喺唔同嘅創作咁當中。咁其中一個位咧，我記得都幾深刻嘅，就係因為本身咧光仔咧佢唱歌咧佢好好聽噶，咁佢一出聲去唱嘅時候咧，我哋全部人都係為之譁然咯。
哇，好勁啊！咁樣啦，咁之後我哋再去即係練習嘅時候咧，跟住有個問題咧就出現咗啦。因為光仔佢本身佢唱歌嘅音域咧係好闊好闊啊，咁樣首歌咧佢可以唱到好高音啦。但我哋平時其他全部人咧都唱唔到嗰個音喎。咁嗰下咧我哋就要即係要麻煩光仔，我哋可能要校低啲個 key 啊咁樣啦。咁其實呢件事都睇到，其實係其實每個人都有自己特別嘅長處咯，即係唔係淨係即係雖然佢睇唔到，但係其實佢唱歌即係可以係好好好聽俾我哋任何一個人都好咯。因為咧我本身咧都叫做認識一下啲音樂，其實我聽到嘅喎，尤其是咧最後副歌嗰段推到好高潮嗰下咧，其實佢係大家係有少少就住咁樣嘅。咁所以咧，你剛才雖然話光仔唱得好聽啫，但我覺得咧，如果冇咗其他啲同學仔喺嗰件事一齊參與咧，嗰件事個色彩咧就可能冇咁靚啊。咁啊，光仔，即係我都有同感啊。講到啦，講到唱啦，我就想咁，真係有個邀請。系，嗱 ，Yuna 就講到你咁動聽啊！哇，啲有啲壓。係啦，嗱，唔係壓力嚟嘅，純粹係 enjoy 嘅啫，係咪先？嗱，同埋兩位青少年大師，咁我都識幾句㗎，我都可以同你一齊哼住嚟㗎。好，即場喺呢度表演。好啊，好啊。等等先。好好。好咯喎，嗱，咁我哋跟住你帶我哋拍子入㗎咯喎。好嘛，嚟㗎咯喎。好。咁啊，整使唔使飲啖水，深呼吸下定點啊 ？OK 嘅，準備。好啊，好啊，三、二、一。你我不可以，谁明白我的感受？就算我看不见、听不到，但我会笑着面对，手足碰着。这细小的裂缝，跑崎岖的路，但我亦向前走，心绝不忽视你我他，请相信我，也能做到。我要即刻俾啲掌聲大家，哇！真係冇得頂喎，喂！即係咧，我要同聽眾講，冇隔過，啱啱一嚟到咧，頭先喺咪前咧，我就突擊佢哋，我就話咧，原先咧我就諗住咧喺個節目前邊咧就播呢首歌噶，咁啊一個 MVP 嘅版本啦，咁啊諗住播完咧就算噶啦，咁我就諗下唔係喎，咁啊節目裏邊其實大家都上咗嚟啦，不如再勾翻起大家當其時嘅回憶。又俾大家再唱多次，喂，使得喎，光仔，OK 嘅喎，一唱翻都有感覺。係啦，我就想問你啦，當呢件事出咗世啦，歌詞裏面咧真係好簡單，簡單到咧一個小學生我都諗到佢完全睇得明㗎啦。但係咧，如果你真係細心啲睇下，喂，請相信我，好似有一樣嘢同人講，雖然我哋係殘疾人士。但是其實你願不願意去聽一聽我們說的話呢？願不願意去相信我們的能力呢？喂，其實出了見了面那些歌詞，你自己看了一個製成品有什麼感覺呢？我覺得很感動的，其實那一刻就是這首歌完全即現了世的時候呢，即完全是因為這個是表達我的心聲來的。即系我喺度谂，我呢首歌变咗世，啲人听过嗰啲，我系可以透过首歌好间接，即系都唔可以好间接，基本上系直接咁样样去同一啲听紧呢首歌嘅人嚟到去讲我嘅谂法，嚟到去讲我嘅心声，去同一啲可能甚至未见过面但系有接触过呢首歌嘅人同我哋讲，其实我有好多嘢得嘅，即系希望你相信我嘅能力，希望你都可以将。我哋啲視障人士同你哋一樣去諗，其實我哋有我哋嘅辦法去做到你哋平時即係能夠做到嘅嘢咯。即係好簡單、直接易明，唔使自己親口去捉佢哋逐個逐個講。喂，其實我做到咁，透過一首歌已經可以
講到俾你聽。因為咧，其實阿 William 咧同阿光仔咧都有個共同嘅諗法，就係、是、好多殘疾人士咧，無論係揾工啊、愛情啊、家庭方面咧，成日都會遇到好多困難。就係咧，好多時咧，對方咧，看似咧就好願意聽你講嘢，但係咧，其實佢都唔係好相信，係咪啊，光仔？例如我哋喺街度行路啊，你去到月台等車，咁啊，身邊啲路人經過，幫你啊，唔使噶啦，我哋都學過噶啦，我哋識搭車噶啦。係。咁啊，當真你架車嚟咧，佢看似聽得明你噏乜嘅喎。跟住佢都照扶你咯。或者你用扶就講得比較有禮貌啲。我咧就通常咧就覺得咧，佢哋好似當我一個貨物咁樣，搬你就將我哋搬咗上去車度咁樣。其實講起這件事呢，我真的有水有樣分享的。有一次我去，譬如去一個某某商場，那時撞到個警察走過，他跟我說你好，喂，我是警察，你想去哪裡？接著我不好意思，我認識他的。那個警察跟我說，你不要說你認識他，我現在帶你去，即好像當我是犯，即覺得好像我在街就我不可以出現，你去哪裡得，你不要自己這樣走來走去，有種好像是不是阻街或者什麼的感覺呢？究竟是不是警權無限大，可以有這樣的權力，即我表明我是警察，現在你不要說你自己認識他，我現在要帶你這樣呢？所以呢，很多人呢，路人呢，經常都覺得我們都是好心幫你們嘛，那為什麼你們不接受別人給愛心你的？不過過程呢，我想呢，大家呢都要相信要給多一些包容尊重啊你啊，咁啊问下两位大师啦，嗱大师，当首歌出现啦，你哋系睇见呢个制成品唱啦，嗱我好记得咧，当日咧你哋有冇份上台啊？有啊，打埋手语，系咪啊？系，点先？有咩感受？我喺台上我真系好感动，你哋喺台上边表演系点？嗰一刻好想将嗰几个月所见到、所经历到同埋。自己再反思過的嘢，都透過首歌去表達俾台下觀眾聽嘅。同埋同覺得企光仔隔離咧，都好好感受到歌詞所想表達的感受咯。咁同埋當全場都好安靜，然之後聽緊呢一首歌，一首歌嘅歌詞，佢個 melody 都喺度播緊嘅時候都好感動噶。咁而家啦，你認識多咗殘疾人士啊，咁你再經過你住嘅地方，又見翻嗰啲嘅失明朋友，你會唔會個心態會有啲轉變嘅咧？睇佢哋。我會覺得佢哋冇錯係會有好多生活上嘅困難，例如同我住同一棟樓嗰個婆婆咧，佢失明，咁佢落樓嘅時候咧。都會有人同佢開門嘅，但係佢咧都會知道佢會認得身邊嘅嗰啲嘅物件啦，個位置係啦，嗰啲位置佢就會知道佢會行邊，同埋呢啲街坊咧都會唔會好點講咧，唔會好唔理解佢咯，即係就唔會遇到好似啱啱你哋講喺地鐵站咁樣去強行去幫助佢咁樣。哦，好好喎，即係我覺得你真係咧認識多咗啊，嗬，咁啊知道其實殘疾人士咧都有佢自己嘅能力嘅喎，咁 Shelly 咧，咁我覺得喺台上面嗰刻，其實我都係覺得首歌好感動咯，其實我都係覺得我第一次聽嘅時候，副歌嗰 part 真係好感動到我，我覺得歌詞寫得好好，手觸碰著這細小的裂縫，跑崎嶇的路，即使我唔係一個。相見人士啊，但其實我都有時候我自己在生活或者學習上面都會有咁樣嘅感受，高低啊，係啊，所以在台上面嗰刻，我都好想將我自己嘅感受或者呢個信息去帶俾台下嘅觀眾聽。其實一樣嘅噃，我諗喺日常家庭生活都會嘅噃。我以前咧都係一個做人仔嘅。小朋友啦，咁你譬如你翻學啊、讀書或者工作初出嚟嗰陣時，咁啊梗係有啲嘅唔開心噶嘛。咁有陣時咧同屋企人分享咧，屋企人硬係咧就會覺得啊，咁啊梗係你讀書讀得唔努力啦，做嘢工作懶啦，係嘛？咁我同佢講好多嘢嘅喎，光仔，但係咧佢都唔相信。啊，咁我所以咧覺得咧呢首歌其實無論係俾殘疾人士聽又好，或者喺
一般人家長或者小朋友都覺得幾有感動的、所以呢我有個邀請啊 ，Eunice， 唔知道呢、其實我哋開心頻道可唔可以將呢首歌擺喺我哋嘅台上邊，俾啲聽眾下載咁嚟聽下，咁得唔得咧？應該都可以嘅。係啊，都即係我哋都希望透過呢個計劃啦，即係唔同嘅產物，無論係我哋之前可能拍咗短片啦，或者啲音樂啦，都希望即係將呢個相見共融嘅信息去推廣去，即係俾更加多人去知道同埋了解啦。咁我咧就同翻咧啲製作部門嘅哥哥咧就傾傾，睇下到期時咧喺版面邊一個地方咧，咁啊大家咧方便嘅 click 入去，咁啊到期時咧就可以免費咁樣下載咧呢首《請相信我》啦。咁啊，光仔嗱，咁啊講下啦，未來啦，嗱你創作過第一首歌啦，之後會唔會繼續朝著呢個方向去發展啊？會啊，但我第一件事就係嚟緊。即可能會用一些不同的途徑，因為本身我呢我就有時譬如我不時都會有時個腦裏面有哼一些 melody， 問題呢很快就消失了，原因就是可能不太識那些吉他啊或者那些啦，我去沒有一個辦法去記下我所想到的 melody，所以這件事是會完全阻礙到我的創作這件事。咁我首要咧就係首先要學識一件比較譬如簡單易上手，隨時拎出嚟彈得嘅，又可以彈旋律嘅，當然就要學識吉他啦。咁雖然之前都接觸過，都覺得有困難，但係透過第一次嘅創作，我覺得啊有呢種創作嘅製成品出咗嚟嗰種喜悦感，所以我會朝住呢一樣方向咧去即係、就是、去做呢啲創作，希望更加帶到呢啲唔同嘅信息。俾啲其他人知道啦，同埋希望能夠透過我啲歌曲唔同嘅歌曲創作，去令到啲人更加了解究竟我係一個點樣嘅人。明白，咁你就要快啲報名學下吉他或者學下鋼琴啦嚇。冇錯。咁就兩位大師啦。咁嗱，你經歷咗創作啦，會唔會對音樂會更加有多興趣咁？其實我本身都係好中意音樂嘅，咁樣咧就。自己本身有學彈琴啦，跟住自己平時都好中意哼下歌咁樣嘅，咁嚟緊都會繼續學鋼琴啦，又考演奏級咁樣。哇！演奏級㗎啦，咦？咁啊，咪光仔，咁啊簡單啦，你根本揾啊二零咁樣教你咪得咯，係咪先？咁搞掂啦，一間時候你哋交換啲電話啦嚇。Cherry 咧？我自己經歷咗今次嘅。創作之後，其實我自己本身都有彈吉他嘅，咁我開始學識咗點樣，咦？原來要寫一首歌係彈咗 melody， 跟住再擺一啲歌詞入去，咁我自己都可以試下，有時都會試下記得咗自己嘅 melody， 跟住再填下曲咁樣。我可以同你 jam 下喎，因為咧鋼琴咧我就渣啲，我都識玩下，但係咧吉他咧我就好少少啊嚇，咁我可以有機會同你玩。最後啦。Eunice， 你都講咗啦，新嘅一年咧，你哋呢個計劃咧繼續噶嘛？咁如果聽眾們啦，喂，真係想有興趣喎，好似阿光仔或者阿二玲佢哋、Cherry 佢哋，經歷下同不同嘅殘疾人士相處，令佢哋嘅生命上面咧有多啲色彩嘅，咁有咩辦法、咩途徑咧？其實咧，今年計劃嘅詳情咧已經上載到黑暗中對話啦，佢哋本身嘅網址裏邊嘅啦。咁大家只要好簡單啦，搜尋翻黑暗中對話體驗館或者黑暗中對話呢個機構啦。咁其實當中其實已經有唔同嘅link 啦，可以睇到成個計劃嘅詳情同埋下載報名表嘅啦。啱啊！咁至於咧黑暗中對話咧，都係我哋嘅友好夥伴，咁所以咧去翻我哋嘅台主頁嗰度咧都會揾到噶啦咁啊，今集時間差唔多咯，光仔。好啊，下次嗱，帶你嘅新作品上嚟，又同我哋分享咯。好 ，OK， 預祝你成功啦嚇。咁啊，亦多謝曬咁多位大師同埋 Eunice。好，下次有機會再見。好，拜拜。拜拜。開心頻道 Fun Channel， 一片天空，一個舞台。